放下，走开。哎，小伦，哎，饮料不是我打折，怎么找就那么少？哎，这车子哪来的？哎，我问你话，哎，这孩子真是。喂，刚藏什么东西啊？没有啊，没有。你是要自己交出来，还是要我把你手上的热狗把热狗吃掉？啊，就真的没有嘛。嘴硬，干嘛？哎，别！哼，还说没有？哎，不要啊！这是我好不容易才收集到的终极限量版哎。小汽车，拜托，你幼稚园有没有毕业啊？不是说好不吃热狗吗？啊，我就饿啦，饿了就是要吃嘛。怎么就撞到了嘞？哎，真是不小心。哦，又是你，儿子。一直以来，爸爸都认为你是最乖、最棒的儿子。爸爸不奢求什么，只希望你长大之后可以好好做人，出人头地，做个有用的人。难道爸爸错了吗？啊！你现在告诉爸爸，这些车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干嘛？去哪？今天一样要加39元吗？全家认购2件18元以上的饮料或冰品，加39元就会获得一台经典小汽车哦。先生，可以请你快一点吗？小姐，请问一下，热狗也可以吗？那个不行啦，但是冰品也可以哦。